来，快打快打！欢迎你啊！嗯。笑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没什么。屋子里戴着个帽子干嘛？你别看啊。怎么了？挺可爱的。 别戴帽子了，头发越闷越深。你身中不能二货，要那么多风云人物干嘛？看我的！切，你算几号风云人物啊？人家周思月还算，你就别吹牛了，让我试试。哎，我来。哟，看起来没有那么难嘛。 试试。我不会。我教你。这边建议您直接放弃。数学里有一个叫半球法，成功没？招了猴年马月去，速速。嗯。正确的击打点应该在球带中心与目标球心连线的延长线上，只要瞄准这个点，一般都能误弹。 你的锅盖裂开了，周思月，我学会了，我来。哇，运气好，新手一般都运气好。 丁倩，你不会背着我们偷偷自己练过？没有啊，我刚刚学的。思雅，发现吗？这小姑娘学习不咋地，这些东西倒是样样精，就跟上次在游戏厅里，奇了怪了。人家就是天赋好，老师教的。我试试。这牛不咋，我一句都不能说。